下哦，我可以在那里弄一下，弄闭眼一下，可以在自己闭眼一下哦。你说小时候他在树荫大呼吸的香气，然后就可以出去快放啊，还有还有结肠教完没？下集嘛，他的小时候教完没？他还没教完，他还是在这里讲。故事说，有三只小厚饼，那个小五，那个小虎，他的小虎可以。漂亮，小虎头，他说还没讲完，他就把夏鸡头来的时候，他跟夏鸡头的朋友说：“哎，夏鸡头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你是谁？我也是夏鸡头，所以啪，我去。”夏鸡头的朋友，夏鸡头的那个小宝贝，那个小孩子在哪里呢？他可是，他们都不习的来，他也不习的去，也不习的是大野狼的家。不知道是丽丽的家，他们我出去讲完，我可以出去挥霍了，就溜溜溜了哟。是谁家在玩啦？欢迎大家，哎，我可以继续溜溜溜。坐好讲。讲完没？出戏。讲完没？露馅时候也还没讲完。